我自以为很聪明的弄了一个 web 版的这个 PowerPoint， 结果现在没办法看到 full screen。OK， 大家好，我在这边诚惶诚恐，因为大家都讲的是非常有技术涵养的内容，可是我能够提供的就是我要介绍我们的 Osube 的服务是基于 Python 而建制的一个服务。那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个朋友。其实这个 section 版应该是我们家老大 Scott 来主说的。那 Scott 不是刚刚去世的 Scott， 是一个非常喜欢台湾的一个老外。他喜欢台湾到他也决定要把这个团队建制在台湾，然后把我们其他的作为国外的工程师都 bring 到台湾来。OK， 最快介绍方式，介绍我们服务的方式就是看一下我们的 intro video。在看影片的同时，我突然想到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OK， 太不给面子了。好吧，就这样子看。OK， 好。可能看完影片大家还不是很清楚，所以简单来说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模板库，然后我们让用户呢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修改影片里面的文字，然后可以我们有我们后台的 rendering farm， 由 Python 做出来的 rendering farm 去 render 出这些影片，然后 streaming 到用户的 device 上面。那最快让另外一个让大家能够了解的方式就是我们直接做了一个影片给大家，然后我们是前一个晚上出卖了我们家的小秘书兼music composer， 然后拿他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影片。某种原因声音出不来。OK， 好，我想大家看到这里最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不是单身？好，他不是单身，不好意思，然后男朋友不是我。OK， 好 ，Osube 呢，基于是拥抱一个开源软体的一个服务，然后我们底层是用 Python 跟 Django， 上层的话就是 HTML5 啊、CSS3 啊这类的。好，那比较特别的是 Zipto.js， 是因为我们是有一个 Mobile Web App， 所以我们是用这个来做一些特殊的效果。那我们现在是用 Amazon， 但是 Amazon 就是刚刚另外一个 Sky 有提到，就是 Amazon 要的就是钱。你要在上面建置服务的话，就要花很多钱，所以我们打算也要弄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hosting。好，那 Osube 呢？因为我们刚刚都是用开源软体，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针对open source 的 community 做一些贡献。所以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cafe，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以后大家的希望办一些这个活动，能够也来到我们的 cafe 做使用。我们就是免费的，让大家来。可以来这边做一些meet up gathering 的活动啊。那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我的 email 在下面。然后最后跟大家一样，就是 Python 的这个程式的设计工程师是业界的珍宝，所以我要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就 promote 一下，说我们也在 hire 人。那如果有兴趣、有野心，希望能够做一个服务是服务全球，不是仅仅在台湾的一个服务。然后建置一个基于台湾这个地区，然后能够发扬光大到全球的一个团队的话 ，OK， 你可以到104找我们，谢谢。